他带的是不灭。我帮你打吧。方普拉斯，石头人。那个大乌龟选的是凯南的皮肤吗？我觉得应该选个那啥了，应该选个奥恩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的神都是废物。我看看这一级选个啥呢？选个 Q 你一下。排位好了，一会儿玩的没关系。再 Q 你一下，Q 一下。拍地板 Q 一下，吃个药。哎呀好痛啊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平 A 拍地板，你来 Q 一下接闪现回家了。嗯，哪里来的蜘蛛？哎呀，这个炮车我得给他收了。没关系，这蜘蛛应该不能来了，蜘蛛应该是去打那野去了。回家。来个红宝石，出个皮鞋。抠一下，怎么抠吧？这石头人啊，拍地板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，慢慢抠，抠一下。我还是感觉石头人线上好弱呀。抠一下，我的炮车。隔离呀，快点到我家楼下吧。我就呛着了，也要给我隔离了。本来都好一点了，你知道吧？又恢复到以前，我只要一咳嗽，隔离，隔离。我只要咳嗽了，就完了。
我把这卖了，出两个红宝石，咱再来个小布甲。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抠你呀，抠错了。这狗熊，这狗熊太惨了，这狗熊。哎呀，你们干嘛这么多人呢？哎，我觉得狗熊直接大可能死不了，这其实挺勉强的。真挺勉强的。拍地板，没人吧？没人我就撤了，回家抽日炎去。他回家了，走回家。这波他不应该回家的，他回家就给我缓了很长时间。本来我是要回家的，我先来个小反甲吧，然后我们再出一个小魔抗。哇，努努还拿着了，漂亮努努。等我到猴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猴，抠一下，接平 A 大过来，平 A 拍地板吃药，和这熊干，抠一下，平 A 拍地板 W 再 A 再 A 接抠，没事，日女来了没关系，看来是有关系的啊。我抠你一下，这区区咋这么低呢？简直刮痧，区区太低了。啊！哪来的蜘蛛？这样吧，再把来个水银海。
这打一套也还行啊，这主要就是耗血，你知道吧？这石头人慢慢耗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拍地板。抠打把溜拍，抠一下，拍地板。抠一下。我们应该是得出日炎出完以后才能狠一点，这石头人日炎出来之前不行，这英雄虚区太低了，硬拼拼不过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拍地板，抠一下，有没有屎吃我就吃一口，回来把他杀了。没有屎，他好能吸哦，他带吸血的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抠一下，我是真是一滴蓝都没有了。走，回家。拆了吧，哎，我今天我就得跟你打一打了，我今天啊，哎，哎哎，打不过，快来，努努，快救我！哎呀，不太行啊，
等我来啊、哦，猴哥，别着急啊、哦，我已经日炎了，可以说是有点无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都日炎了，别想不开啊、哦！一个出了日炎的石头人，就相当于是一个800斤的英国大力士。呀！别这样啊！别这样！给我杀猴！猴哥给我杀猴，为什么这么狂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狂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狂妄？对不起，人是真多呀！我这一看，蜘蛛没有翼，可以。AP 多的话，出个深渊吧，或者是自言自立都可以。有个兄弟问我为什么带彗星啊，其实他带彗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，就是石头人这个英雄呢对拼能力不算太强，然后呢如果你打一些不是那么很肉的英雄，比如说那武器大师剑姬什么这种的啊，你带个彗星他们没有那么多血来让你耗，这样你就会能把他的血给他耗得很低，你知道吗？打线上的，这主要是我来了，咻！小炮怎么的？给我冲！小炮，小炮！推吧，剩狗熊了。我们回家。哎，你们说来个自言自立还是来个深渊呢？都可以，我两个都能拿，都能出。自言自立60魔克。深渊60魔抗，350生命，350生命，5移动速度，自言自立吧，出错了，出了个反角。对面5个 AP， 5个 AP 虚区，下一件装备咱就来深渊。深渊冰心加反角。打团战，我们家这团战可老猛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可以可以，大龙试一试，来呗，
杀人。先把这蜘蛛给我杀了，把跳弹打了，完了，我跳错地方了。开地板 ，Q A， 爬爬溜，闪现走，剩个猴，我们溜了。把大龙打了，哇，猴哥这么猛，猴哥，抠他一下，开地板，走了，抠一下，别着急，小驴人可以打。最终还是把我杀了，杀就杀吧，那也没办法。这猴这么猛吗？这猴可以啊，猴差一点，高地没拆掉。我把那小药给卖了，下一件我们深渊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。来小龙啊，谁被干了？哎，我猴哥死了，猴哥小炮给我起飞，小炮居然敢飞人脸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不过这石头人打团确实挺厉害的，三英雄。哎呀，下路拆吧，下路有人没？跳弹啊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掉了又重连啊？这我要打团的时候，啪一手掉了，然后给我重连一下，我这回来人没了，这咋整？布甲鞋好点吗？那肯定不能布甲鞋呀、啊！日女、蜘蛛、小驴人、小炮加狗熊，布甲鞋，布甲鞋肯定不行。哇，老蜘蛛，不要以为我石头营没有虚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日炎。我要回家出我的深渊面具了，深渊面具
凡家冰心，还有没有魔抗装？魔法抗性，我来个石像鬼吧，石像鬼可以啊，出个石像鬼，再出一个凡家就差不多了。他的狗熊攻速好快啊！给我飞走了，可以杀这个蜘蛛，走位一走，不吃鱼。抠一下，一闪，再抠一下，拍地板，又是他！我的粉丝被我们给又死了，抠一下，这猴好厉害，这猴呵呵，这猴确实挺厉害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哎呦，我这猴行啊。